战后，龟吾作为复员兵回到家乡，心中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，重新开始了农耕生活。龟吾的妻子表面上依旧如常，但他的眼中却隐藏着深深的悔恨与一种秘密的决心。每次明玉官员拜访这对夫妇时，他都感到妻子身上那种令人不安的冷静与不自然的平静。与此同时，龟吾感到他与妻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，婚姻中的紧张气氛也前所未有地加剧。龟吾怀疑妻子对自己隐瞒着什么重要的秘密，内心的不安日益加重。有一天，龟吾发现了妻子的日记，发现了他与另一个男人密会的惊人真相。龟吾质问妻子，他冷静地承认了一切，并揭示了他继续对他撒谎的原因。他坦白说，在战争期间，他已经知道了龟吾与另一位女性的关系。得知真相后，龟吾深感后悔与绝望，夫妇之间产生了不可弥补的裂痕。最后，明玉官员目睹了这对夫妇的悲剧，悟到在谎言与真相之间，人无法得到救赎。故事到此结束。